走完这趟镖，回到太谷，你就要向你师父提亲了吧？柳安顺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啊？你吓死我了！你有病啊！再这么鬼鬼祟祟的，我现在就毙了你！你要是杀了我，那可就是谋杀亲夫啊！你再这么说，我现在就杀了你啊！谁胡说了？这是今天咱们俩打的赌，你输了，是吗？我说你不会忘性这么大吧？哦。我想起来了，不过那是你说的，我可没答应。你耍赖，愿赌服输。你说过，守信用的土匪活不长，我可不想做短命鬼。我不管你答不答应，反正明天我就跟你爹去提亲。啊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不答应，谁答应都没门。让开！你干什么呀？你去找刘安顺，你管得着吗你？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啊。那我让你做什么，你都愿意去做，是不是？哼，我要说是，你肯定就让我去死，是不是？哎，聪明。好，那就为你去死。神经病，让开！蓉蓉，这是个误会啊。陆姑娘为了我受伤，我是在替她疗伤。师哥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若当时我们两个没有婚约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哼，当然了，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。那如果……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如果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呢？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真的不管什么，你都不会怪我。你知道的，你知道我这个人笨，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的，就会惹你生气，会得罪你。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，你知道吗？师父把你许配给我的时候，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，有多兴奋。我一直在幻想这一天。幻想着把你娶进门。真的？我所说的一切我都可以发誓，我当着镖门的祖师爷面前发誓，如果我说假话，不要再说了。
你知道吗？我很怕，很怕失去你，我怕你会离开我。别让我害怕好吗？别生我气了。